家好，我是老表。本来说我睡个午觉的，但是一眯眼，那个大石斑老是从我脑前那里游来游去的，顶不住。现在又要下水，干了。钓一个什么鱼？第一次打到，不认识什么鱼。Thank you.
来来来，哎呀，太阳下山了，现在了，上去了。哎，没打到什么鱼、啊。这条，哎呀，十几斤，今天打了好几条了，哎呀。现在上岸了，累哦，今天就搞一桶方便。现在太阳落山了，现在不下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先到这里。那个鱼的话呢，就放在冰箱里。